为道路收费员凭住感动人的声线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于第一届亚洲星光大道发光发亮。有请邝瑞克唱出《十年未晚》。试问谁又预计中途谁折返？所会剩低的浪漫，真心瓦解，灵魂吹散。错爱没转机，越爱便越难，停在继续放手之间，尽情地亲身示范。终于我心能一起就是我所盼，二十年为你等一切也未晚。试问谁愿放手，一切会习惯。大家好，我是邝瑞克 ，Thank you。